元宵节是民间俗称的小过年，嘛就是讲一定要过完元宵节，今年的过年才算过一段落。秀水国际赛主会连续24天，讲伫咧秀水国港的停车场举办万人夜歌灯、夜游庆元宵的晚会。即马咱就对着镜头，带乡亲做回来看卖东港的盛况。元宵节免不了爱发送歌灯，民众排队等提歌灯，然后出发来游秀水街仔路。诸事吉祥庆元宵，这个活动就是只要是秀水的乡亲，我们都热烈他们来参加。我们的那个奖品每年都很丰富，都超过百万以上。这个活动就是把过年的气氛再延续到元宵为止。秀水国际赛主会连续第24年举办万人提灯夜游庆元宵活动，现场阁有应景的约定卖活动，只要讲到答案，就当得到小礼物。另外，阁提供五彩罐和乡亲抱回电动机车、电视、冰箱等大奖。谢咱秀水赛主会咱这位会长，我们那个市会长，以及我们那个创会长、前会长，以及各位。就在赛事哈，大概到三天哈，今年哈丰那个成品哦，或者讲摸彩品哦，特别的丰富，真多哦哈，欢迎各位哈，咱这个来家咱秀水哈，咱我们这个我们秀光哈，我们这个元宵节的活动哈，基本上一些新进的损失哈，嘛这个场面也是很浩大，看到非常多非常多哈，真的走不进来哈，大朋友小朋友哈，一起提着灯笼哈，那感受一下元宵节的气氛，那也非常多的摸彩品哈，那感谢我们秀水市指挥。所有师兄师姐大家的用心。庆佳节闹元宵，秀水国际赛主会就由传统节日办理大型晚会，邀请乡亲朋友做会欢度一年一度的元宵节。头条新闻，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。